累了。
身苦身苦，身不苦，心最苦。驸马，你系讲乜嘢啊？我冇讲乜嘢，我系问公主朝晚品什么神，念什么经啊？哦，提起求神拜佛，讲唱出来，驸马爷又要见笑啊！此话怎讲？请听啊！我。坐上鸳鸯，枉啊！
公子你何所问？请直说无妨。吾家有世仇，婆婆其冤吐血浆，敢问仇家何名姓？贼子居住在何方呢？这个阿公雅子，吴康三父仇一言难尽讲，吴家仇恨吴家事，无需公子问端详。问端详，驸马言差矣。妾是吴家人，我当为吴家上，纵是仇家世位比天高，我家父王位极云霄上，仇家终在天脚底，一张王榜要他无处藏，无处藏啊！公雅处，仇人世位比天高，却在云霄上，要问仇家名和姓，天下作我前日，要测牙齿间号，不须贴王榜，现在天脚底，近在我身呢。今宵吐血浆，先杀王家女，后诛李父王沙。公子，你来看，十八年前亦曾谋朝山汉，我的龙戚奸贼舍身拔剑诬陷我，恨奸贼夺剑行凶，我的死在金街，血流剑上。娘亲为仆国恨家仇，收藏此剑十八年长。公子传闻吴家的仇，一他就是你家爹的姓王名王，为国为家也应以血还血，誓交国贼剑下两望。公
我前面闯境，我命尽孝。
冇